除非跟你九二没共识，您认同吗？九二有共识，因为九二共识在谈的时候啊，当时是我是负责督导的。我们在1992年的11月跟10月底跟大陆达成了两岸都支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但是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啊，大家解释不同。后来11月3号我们去函给海协会，说我们可不可以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达。他们说我们村他们啊16号回函说你们的建议我们充分尊重与接受，这表示有共识了，所以共识是一定有的。那朱主席说是亲美反共的国民党，您认同吗？什么亲美反共的国民党？我们对大陆的话，我一向的主张啊应该是和路，我们跟大陆要走和平的路线，那么跟美国呢是可以亲美，但是不要刻意的去反，主要是要看什么议题，这样子比较能够符合台湾的需要。